제가 싸우는 게 뭐하러 이가 채비가 없거든. 네, 其实 早上就落住雨，但系啲雨系冇停过嘅。黎振，基本上你望个雷达图咧，成个香港或者附近咧都系嗰啲雨区都喺度。朝早就仍然都系讲紧沙暴风球啦，跟住黄色背景好深啊。而嗰阵七点半几嗰阵时。 跟住后屘荃湾多区有水浸啊，跟住下下地咪有幅棚架倒冧嘅，砸中两架车，其中一个司机死亡。然之后天文台喺上昼11:09就发出黑色背景告，去到中午12:09就改发红色背景告。 基本上個位有諗緊，喂點解今時先刮黑雨嘅？依家係山泥傾瀉嘅警告，新界北部嘅水浸、雷暴警告、紅色暴雨警告同埋沙暴咁上咗10萬。因為受呢個熱帶風暴啊，獅子山同埋東北季候風影響，每次一到 一到打風或者落緊雨嗰陣時，成堆人都係睇天文台。黎振嘅正日咧，勁得啊睇天氣報啊，屌鳩佢喎！喂，水浸都係紅魚嘅，你好閪啊！係一個鬧入城，跟住又話天文台係一個殺風水，一個密集。 劲真，劲得人屌鸠天文台，明明水浸啊，点解仲系唔挂红衣嘅？跟住搞到啲学生咯，基本上出边周街都水浸，你望出街，接好多地区都水浸。 我记得以前好多人都唔信天文台。 但唔知點解今日喺度，但你唔想天文台，點解你又睇雲台？嗰啲問題啊，而家都係落緊雨，但係啱啱落咗，雨起碼都落咗好耐，冇停過，一直都。啱啱3點搭雨嗰陣時，嘅204嘅 beta 已經嘅repair。 簡單嚟講，搶先體驗嘅 beta 今日啱啱先停咗，因為 repair 緊，跟住去到下晝5點幾，一陣間就恢復翻正常。簡單嚟講，呢段時間應該係冇預購嗰啲兼且唔係醫護員嗰啲先可以玩嘅。啱啱地落活動有棚架倒冧，9個人被困，一個女人搶個之後不治。
基本上你都睇到台灣嘅東南邊，另外仲有另一個熱帶船，佢嘅名字好似圓規。凌晨發出沙霧，佢好上頭，市民翻工翻學好狼狽嘅。凌晨四點四十分，凌晨我基本唔係我咧四點，我係四點幾先瞓覺。四點四十分就發出沙霧啦，所以我啲強烈刮風雪。有幾多年第七次啊？冇刮一毫啊！黃雨嗰時候，通大雨都未，我同講尖沙咀有一道六米高大樹倒落，清理咗之後，跟住又話：依啲環境點樣翻學啊？以為唔使翻學添，咁個天氣點叫小朋友翻學啊？小朋友濕到翻學校病咗都唔可以上堂啊！有啲柴灣咩筲箕灣道，到筲箕灣柴灣道有雨水倒灌翻灌風，或者有啲銀行啊，或者車入面都有啲即係水浸。雖然啲個案數量都係想放假停課啊，揀嚟嘅。我喺舊年上報嘅，呢個星期四嘅喎。咁我之前啲同 Miss 講話，不如點嚟要遲啲嚟，因為我星期五傾日咧。放點半翻嚟都要時間，正一跑，但係知咧，咩跳下？有啲人話跳下台濕鳩曬，基本上如果你話曬人咧，基本上可以一定要用直接
但只不過係間接。基本上，你人惡咧，其實你掛唔掛紅黑魚咧，基本上嗰啲叫咩咧？附近嗰啲車咧都係繼續行啊嘛。咁咪啱啱跑下啲路同阿樹講咩？九個人被困，其中一個人送院之後死亡。但係你哋上掛唔掛？掛唔掛紅黑魚咧？基本上佢都照樣開工。甚至掛唔掛紅黑魚，附近都有啲車行。所以基本上冇證據可以話犯啦，只不過佢哋代入咗個角色啫。如果你話殺人咧，不如你索性報警啊！就話喂喂，第三條狗啊，我要報警啊！天文台殺人啊！但係點解你唔報警？因為佢就話殺人，但係唔報警。咁即係話，既然你話天文台殺咗人，但係唔報警，我可以話你包庇兇手，拉得嘅。面爆的天文台被反出 pose， 仲有心情发废品，靠黑雨啊！时王雨炭追我一个女工，特务是反过。哇！七点四十分，咁都唔系红雨，咁都唔红雨，我都唔知点样凑两个翻红。自由停課，又大風又大雨，自己停課，基本上旷課，因為你自己一個停課，喂，我同老師講，我請假，因為我停課，因為出咗大雨，我行咗過嚟。如果當真我喺中學度，如果我假設我咁樣講啦，基本上到嘅訓老師，訓老師屌鳩我，基本上藉口。